少爷，您京城的朋友方文怀特意来访，还带了他的妹妹，现在内厅了。方兄来了，快带我过去。靖城的人来了，他们多半都见过郡主，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，否则就穿帮了。郡主，你可还记得我，方雨涵？当年九王爷的生辰宴。 当时咱们可是湘潭社欢，如遇知己呢。郡主，郡主还在服药，就先不要打扰他了。我们先出去吧。我与郡主久别重逢，还是让我来喂吧。郡主，你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这辈子不吃苦。我才不会跟你呢。 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今天你是从也得从，不从也得从。